是不是什么新潮观众朋友共同来关心的是嘉义县的农民来参加着农委会所举办2013年小果甘麦竞赛，伫咧16名的得奖者内底，嘉义县就包办12名。在上个馆长张华官含着法委员陈明文是特别阵亡冠军林建仪，阿军由世芳、高顺庆出内底来恭贺，而且嘛是嘉义县连续第三冬摕着冠军。农委会台南区农业改良场二十号在台南新化举办了2013年健康优质设施小果甘麦竞赛，16名得奖者内面嘉义县个包办其中13名。上午馆长张华官、立委陈明文特别前往着冠军林建立、亚军游世芳、高顺庆的家长来祝贺。今年吼得到冠军吼，所以讲吼伊个品质有够好个，对吼，所以咱个这小姐嫁起来吼皮肤甜度拄好有够，有诶足适当个，所以你食起来即、這个番茄吼，实在有够好食吼，所以这就是咱嘉义的代表。嘉义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农民呢有在提升他们的技术，尤其是像林建立他们夫妻，这个是我们的农二代，他们都是可以哦接受新的观念。用品牌，用自然自有的品牌，重视品质认证，所以在市场上有自然，它有它的评价。会成功，其实上重点就是你要努力不懈啦，卖松懈啊，卖因为别人甲你讲什么，你就退却，会逼一两下逼，吼，逼袂起的，迄就做熟的，做甜的，咱咧家来出哦，一般的人客，因就非常的欢喜。这次有全国124组的参赛者，竞争相当激烈。嘉义县六卡乡果农林建立，以平均甜度11.4，总分89.5分获得冠军。民众想要预订，过年前已经买袂到。今嘛要买，可能要排到过年后啊。我迄个一般吼是只要190块啦。那比赛等级是4盒1280。然后我们嘉义县会整合所有的东西，农林渔特产品哈，我们要做自己的品牌，我们要用公权力为我们的检验过的东西做背书保障。冠军和亚军2名，10名佳作都是来自嘉义县，拿下8成以上的奖项，创下历年来上好的成绩。历经由竞赛来区分品质，成功用品牌来提高农民的产值和收入。新闻台发嘉义县采访报道。